高亚伦使他成圣，利未记八章十至二十一节。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，使他成圣，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，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，并洗作盘和盘座，使他成圣。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告他，使他成圣。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，给他们穿上内袍，束上腰带，包上裹头巾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，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，就宰了公牛。摩西用指头蘸血，抹在坛上四角的四围，使坛洁净，把血倒在坛的脚那里，使坛成圣，坛就洁净了。又取帐上所有的脂油和杆上的网子，并两个腰子与腰子上的脂油，都烧在坛上，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，用火烧在营外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，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就宰了公羊。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把羊切成筷子，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，用水洗了脏腑和腿，就把全羊烧在坛上，为馨香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经文读毕。